准备出发，好运路易出发，好运路易出发 ，Go！ 我骑上现在的小摩托。小心！哦，哎，看点，看点，我的右边刹车好像怪怪。啥？等一下，右边刹车好像怪怪。靠，右边刹车真的怪怪，靠背。刹不住。来到马祖的第一个难题，摩托车刹车有问题，所以买车要找我们。我们的车子都是完全无事故、无泡水，很正常的，无调表。啊，也会有刹车，也会有会帮人啊，怎么讲，就是全部都检查，把关检查完，检查完毕就对了。还有我们的车放千万个心，您的安全由我把关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看我们的车要停到30而已，上坡。马祖的路都是比较崎岖的，这样。来把他们带路就好，我负责拍。大门，哪里有门？很老啊，应该这边会有那个群众，不能拍吗？好凉哦！功夫，
这条是中央大道。前轮啊，篮球场运动中心啊，看不到警局。目前还没有在马祖看到一个便利商店。这就是马祖港天后宫，我们先来天后宫参拜一下。这边比较繁华哦，海天酒店天后宫。乐，戴个帽子，搞得好像平头一样。哎，直接停车下。老板娘。就拔起来的东西不用拿，小雨阿姨好耶、yeah.